还有最后几个位置，最后几个位置。坦克你们抢着没？啊，我开了一辆。OK OK， 我先玩把骑兵，先把基点拿下来，先拿基点。骑兵给我拿基点，骑兵。我准备在队里。我他妈是恶元曼帝国的，我操！骑兵全部给我拿基点，把基点搞下来。基点他们可能要来人啊！轰炸机，轰炸机！来几个打飞机的！来了，全关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, Freddy. 哎，一点都没有，坦克来了，他们坦克来了，他们坦克来了。沙漠上面趴了一个人。坦克狙击了，他们坦克狙击了，搞一下。好，你给点你。啊，咋轰呢？爆，坦克爆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们分数现在十七分啊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Edward. 拿下城市，拿下城市。还得被狙。补点弹药好吧。啊，看到了，医疗兵。枪。那上面好像还有个坦克，低点，低点位置啊。低点位置一个小队。慢慢来嘛，不要急嘛。麦有电流怎么回事？我麦有电流？等一下，麦有滋啦滋啦这种声音。滋啦滋滋一直。里面就有了。像炒菜一样。现在好了吗？一枪，一枪，一狙 ，OK。坦克上，坦克上。辅助击杀，又杀一个。不着急嘛，慢慢来嘛，给你们啊。哎呦我操，都在扫我，哎呦我操，我好怕。赶紧把地点拿下来，地点拿下来。山上好几个狙击手，把山上狙击手解决一下。哎呦我操！你们这是在逼我生气啊！啊，真的逼我生气了，我去一点。
飞机打一下。Hedefi ele geçirin. B 点拿下。我们自己，操，自己飞机，我操。死一个，坦克炸一下，坦克炸一下前面。Şu Allah'ın belası hedefi ele geçirin. Hedefi zapt etmemiz lazım. 快快快快，躲低点低点。哎呦我操，被狙了一枪。你们医疗兵来我口，来我口。C 点炸了 ，C 点炸了，把 C 点拿下。我们占四个点，对面占三个点。我们现在得分越来越高了啊！狙击手，操，救我一下，救我一下！房子里面有一个，我刚没看到，没注意看。医疗兵。机了呀！装甲车，我操！基点那边有人偷，来去把基点来，开装甲车过去。哎，路上有个人啊，那就不好意思了啊，那我就嘿。狙击手，我操！FT-17 轻型坦克，可以的，小伙子，可以的。骑兵。骑兵来了！哎呦我操！救我一下！飞机被我打了12滴血，这个飞机要爆了啊！轰炸机。
我一个人打了三十七滴血，我操，再补两枪，这飞机要爆了。飞得很远吗？飞机马上爆，飞机马上爆，马上爆，漂亮，爆炸！飞行员是吧？就你他妈你！闪兵，闪兵，打那个闪兵，打那个闪兵！跳伞的吧？干中两枪，干中两枪啊！哎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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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面坦克，火炮装甲车，我操，往后也掉。哟，这飞机要爆了，这飞机要爆了，再扫一梭子，它要爆了。阿蛋开个飞机去，阿蛋开个飞机去，先把天上飞机全部解决吧。没有了呀，开完了。你开始你爆了飞机啊？哎，我就开了个坦克，没了坦克，飞机再等一等。你开了个坦克是吧？我爆了。你打 C 点啊？这点很焦灼，这点。你坦克呢？坦克爆了。坦克也爆了。比195叛徒打爆的，我实在是我。哎呦我操！兵站了，打 B 打 B。感觉我不行了，跟飞机要不要？哎，他们这关狙击手他妈也太贱了吧！哇，快复活我这儿，我你妈，你拿机枪吗？机枪、啊、我这半山坡全是人，十几个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快快快快来快来 ,B 点 C 点 ,C 点往 B 点中间来这儿。等一下啊，你别开枪，我复活了。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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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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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全扫了，全扫了，全扫了，杀了一个，我杀了一个。哎，飞机，轰炸机，我操！这不195吗？你他妈的叛徒！基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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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人偷了，快快快快把基点拿回来。死了骑兵，一个骑兵，但是楼上有人，救下救下救下，有没有医疗兵我附近？有没有医疗兵啊？附近啊，来个医疗兵吧。我来，我来。你连打！我当骑兵去了。杀几个人不重要，我打了好多飞机啊，问题是杀人重要吗？杀人数据重要吗？来跟我偷波 A 点，我们主要是战略。你看他们现在大部分对面三十个多个人，最起码有20个人在压 C 点，全部压 C 点，这个时候 A 点是没有人的，这个时候把 A 点偷下来，直接把 A 点偷下来。 A 点那边有人在加打狙，那我们骑兵连直接偷 A。 好，他们听到我偷 A， 这个坦克过来了，牵制住对方的后勤，这样我们就赢了吗？再见军刀。你看我一说 A 点吧，你看他们全来了。那牵制住了，牵制住了他们后勤，这样他们 C 点的人就变少了。C 点人变少了之后，我们 D 点的人就会夺他们 C 点的人。骑兵嘛，不打牵制嘛？哎，我操，骑兵对骑兵是吧？来，狗日的，来，死！哇，骑兵对骑兵，啊，来嘛，扔个雷。哎呦我操，这个这摸的司机可以，这摸的啊，摸的开的可以。嗯，那你啊，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C 点，我再复活 C 点的话，再把 C 点拿下来，他们大多数都去了 A 点， C 点就没有几个人，这样就可以把 C 点拿下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又得分了，我操，又有人偷鸡了，有人偷鸡点，有人偷鸡点，我操飞机，我操飞机，有飞机吗？有轰炸机，轰炸机，你不开战斗机啊？你他妈开个轰炸机，我操，哇，这不少，
这个位置我打不到啊，大哥，我前面。二号位是最好的位置，能打下面，伤害很高。屁股后面有飞机打我们。敌方装甲列车，这出来了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。哇，我这个位置好尴尬呀！我操，我跳伞了，再见。哎呀，我近距离这把枪是真废啊！怎么杀五十个拿这把枪？我现在一辆坦克都没开到啊！装甲列车来了。打迫击炮好吧，我换拖机兵了，去打他们车去了。他们战车一来，地点直接被占。先把他们战车打掉。有飞机你开吗？我开飞机啊，这是啊，飞机按键不习惯、啊。把他妈列车赶紧炸了，列车装载列车赶紧炸了，这他妈的这火车太烦了。不炸列车我们要输啊。我开摩的过去。他们列车往后撤了，我快顶不住了啊！我近身丢了一个。列车开过去了，列车开过去了 ，FFFFFF， 他们想跑，我操，还他妈想跑，他快爆了，快爆了，兄弟们跟上！没了没了，列车没了，爆了爆了爆了。赶紧站点，把地点站回来。你他妈当我不存在呢？狗日的！以为我不会开炮啊？后面有一个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Duff。哎，我击到装甲列车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Edward。
快有站在我刚才一炮，我操，一炮打到对面坦克了，我忘记我打哪了。这真是要逼我生气啊。飞机怎么老炸我呢？这个飞机啊！We are winning. 我们没有飞机吗？飞机被打爆了！重轰！重轰！重轰！跑上来，漂亮！扫爆一下飞机，扫爆一下，让你炸了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dark.这个九九六，哎呦我操，就跟我杠上了，这个飞机，我操！小逼崽子，他谁都不杀，他就逮我。妈的，整局游戏一百多个人，他就逮我。